喊出全方位关心美国华人生活，东森热门节目讲量化。这个礼拜特别推出全新单元好运到，加上三大强档单元来去玩商法先锋，还有移民面面观，从商标到工作身份一次讲清楚说明白，欢迎观众锁定这个周末。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尤其是现代人适婚年龄不断攀升，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经常少不了要找代孕服务。好在美国就有全球顶尖的专家可以深入对话。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密友，他有乳癌，那时候他们就问他愿不愿意把他冰起来，那时候他28岁、然后那时候我才大学，所以我一直记得说有这个问、有这个选择、而商法先锋单元松峰律师事务所的王松峰律师将探讨涉及美国商业权益的各种注意事项。就是说你们这个律师费为什么注册商标要这个价钱，那我去某某的中介，我去某某这个网络上面，对不对，只有你们一半的价钱。我说对，你可以找他们去注册，但是当然要renew，或者是商标局有任何发东西给你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是不会提醒你的。至于来去玩单元，则由拉丁假期南美洲旅游达人 Anthony 要带观众走入天空之境，探索世界真奇妙。这个原来是个大湖，然后很高很高的地方，它这个地方是差不多12000尺高，很多动物没有办法活在那边。所以那边呢，只有几种动物呢，大家可能都听过或者是看过，最有名的那就是那个美洲驼。还有移民面面观，绿峰法律集团负责人陈启根律师则要详解工作绿卡中有关政治部门的审核与限制。讲量化精彩节目本周末播出，欢迎观众锁定东森新闻叶宏志、杨平俊洛杉矶采访报道。